大家好，这是邱明德大哥的作品，他的名字就是黑面琵鹭，每年到这个时候，他们要返家，春季要返家，冬季他们就来这边过冬，每年都来我们这里跟我们这些摄影的老朋友相约在这个地方，协定湿地是黑面琵鹭的家，他们每年在回家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排排站，然后非常有秩序的。整批的就回去他们的故乡，来年的时候又相约一起来到茄定湿地，这个画面真是感动，也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欢迎有空多到黑面琵鹭的这个家来茄定湿地看黑面琵鹭，观赏他们，欣赏他们，谢谢大家的欣赏。